现在我们渐渐的可以走出户外啊，来到就是空气清新，然后呢场地非常优美的地方。哎呦，这个地方非常漂亮，叫做三峡皇后镇森林。这一集开场的卖点就是勋勋要来介绍场地，来介绍一下这个地方有没有认识？就是这里很漂亮。哎，然后呢，这边前面里面有露营区，然后也有游泳池，还有景观座位区。那园区里面也有提供法式料理。哦哟，这么高级。对，然后因为很漂亮，所以有很多偶像剧都来这里拍摄。哎，对，有这个放羊的星星啊，最后决定爱上你啊，就是这边是很好取景的一个地方。没错。然后，但是这边呢，我要跟大家说一下，我觉得观众一定也很想听，仁甫在这也有难忘的回忆。怎么？这里是他的第一次献给了这里。我大概14年前、15年前第一次就再也不敢来了。对，然后再也不敢，因为他的营区呢非常漂亮，在游泳池的旁边。对一般人来说呢，就是可以露营，又可以有庭园咖啡，然后又有法式料理，又可以来玩水。但是对艺人来说，那是噩梦。来这边玩的人就会去露营区看我们，然后我们就在帐篷里面，然后就很多人围着我，然后我就超尴尬。但对一般人来讲，这里还是很好的这个休闲。对一般人来说，你们不会被围。对啊，所以真的是非常棒，然后又悠闲，然后前面有泳池，是很棒。所以我们对艺人来说就困扰。我们要呼吁一下观众朋友，如果你们在那个郊区啊，或者游乐区或者什么看到艺人，就稍微给他们一点点私人的空间。对，因为去打扰他，他们也会觉得很难受啊。对，就跟我们现在保护野生动物是一样的道理。对啊，保护野生动物。对，再怎么样，我们也算是。国家的也不能讲是门面啊，但是也算是某种招牌。我们也是保育的，可以打招呼，但不用到帐篷的门口去。对对对对，这样子。哎，那我们今天的来宾们都很坚强，真的。新闻哥也是很久没来，杜立也是，杜立还有，不得了了。杜立每一次来，好像都我记得每一次来都一定会有倒地的状况，就累到倒地。上一次来最印象深刻的就是黑色汉堡。哎，你为什么要再把我们的梦魇看出来？而且你一讲的话。我有音色在我头脑里，一、二、三，上！哦，我又是就当的啦。去比钱瘦了呢。你们这边等一下瞧，我们除了累之外，我刚看到了黑色的汉堡，杜立的卡车跑出来了啦。而且是那个黑色麦当劳。来教你看，而且我刚刚背起来的时候，因为。我的腰也不知道，我就弯腰，细牙的脸就在黑色汉堡的正前方，准备开吃。OK OK， 今天是很欢乐的一天。主谋，请问我们要今天这一集的主题叫做《三国争霸战》啊？我们要改到礼拜六了吗？待会会分成三国，之后呢，整集就不能换成员了。啊！我们要改到礼拜六了吗？成员不是时段哦。然后各关的游戏会依照过关的排名，获得相对应数量的陶瓷品。陶瓷品 ，OK。陶瓷品越多，对最后一关的终极任务越有优势。然后最后的获胜的冠军国就有机会获得赏金9000元。9000元。那现在呢，就要进行。三分天下的组队，怎么分呢？请大家前往园区。好，自己找盒子。盒子里面，如果你有找到装有棋子的盒子，就当场为王。好，可以马上招兵买马两个人，然后组成一国后，返回总部，就马上穿上制服，挑战一个指定任务。是，好，都完成的之后，顺序第一名可以获得三个陶瓷。第二名就是两个，第三名就是一个，然后只有第一名可以吃东西。那你招兵买马是在路上就可以招兵买马了，对？随便招兵买马，看他要不要。找到以后赶快招兵。你等于要凑完三个人才能回来完成任务啦。对，我找两个人就可以。所以谁会拿到旗也不知道，也就是说谁会自立为王，成为今天的君主也不知道。哎，那有关系到他拿到，如果大家都不想跟他同意，对对，他就会没有办法组成国家。可那我那比如说君君他当王了，然后他先这个啊，我就赶快跑给他追，这样是可以的。可以啊，跟他凑一国，不小心招募不到士兵，是以回来穿上制服为准嘛？对对对，三个人一起，三个人一起，都愿意快一点才能回来。杜立，你可以不要去找棋子吗？啊，你叫我放在原位这里。对啊，因为我怕你找棋子，没有人会想要跟你同一国。为什么？因为你会露出一些。
你不是最爱看的吗？已经。我没有，我只是一直记得而已。墨鱼汉堡。我没有想看。墨鱼汉堡。原来，嗯，懂了。再提醒一次哦，只要进总部就不能换人了。然后整齐都是同一国。好，了解。这也是有可能的。对。上装备。大家加油喽！慎选队友。然后因为是整天都在一起的，陶瓷也很重要。好，来，好，听声音，预备。不要急，你太快去找的，有可能会是任务。慢慢走。找到棋子比较重要。啊，有一个盒子。那里也有。找出来。可是有盒子，我不太敢拿哎。是棋子吗？哦，那带着，不然放下来就好。哦。厉害，这是什么？看一下。围墙。围墙，我要找盒子。哎，你来找他。怎么办？我觉得在石头后面感觉会有哎。这就是最基本的吧。我要放第一名。放第一名。是。我拿到旗子了！有谁要跟我一队？哎呀，好可怕！你不要一直追我！哎，谁要跟我一队？我！好，我们一组。我跟你一队。好。这后面就有啦，可是没看到吗？感觉没有东西是口，有哎，棋子，那我现在怎么办？有谁要跟我一队？我要棋子，谁要碰我？谁要跟我一队？我！棋子，找队友。哎，怎么没有队友？我们来宾还有谁啊？跟我一组。我很强，我真的很强。我终于找到一个人了。我会帮你的，你们都好了。哇，许梦哲跟伟君都拿到了。跟我一队吗？你要一队。好，我跟你。鞋子跟，哎，那我们现在新闻哥吗？王仁甫。哎，怎么这里都没有盒子啊？这一区一个盒子都没有，怎么有可能？这里怎么都没有盒子？啊哦，只有那一半边啊。啊，我在那边找都没有盒子。哎，孙一次，快点。我们一组，走开，我们一组，道奇，好，道奇，好，站起来，杜立奇，黄色，我们是黄色，加入我们会赢的，加入我们会赢的，太好了，太好了，念在 MVP 情人的份上，我已经答应他们了，可以打我哥的，教练，教练，念在 MVP 情人的，我们是。你在 MVP 情人的份上，你应该打我，你应该跟你，跟你学生一起吧。他们应该玩了。等一下，娜娜，怎么玩？这样。哎呀，哈，天哪！只剩杜立了。怎么玩？这样。这样子轮流进一颗球板的，进到大的。乒乓球、棒球、橄榄球，一人一颗自己的。哦，好，那乒乓球最简单，快点。乒乓球，转过来，我要接住。这样子，然后抛起来往上来，抛起来然后接住就好了，大的接住。反的，首先反的，对。然后往上抛了以后再接，对，好，OK。进加油桶里面，对，好。OK， 你用棒球，三个，一个人一种球哦，好，一个人一种球，俊哥先选，你选，快啊，想哪一个？我选这个，好，那你要哪个？我都可以，你选，快，队长，你是队长，来都可以，这个吗？好，那我就这个，好，来，我先吗？要反的，好紧张哦，这是很难的，一手，哎，是要反过来接，对，好，一手接，跳高点，哦。你棒球了，我橄榄球了，哇塞！橄榄球，快点，
好，刚这是最难的，我是跳错了，连放都放不稳。好，先来，副市长来的位。耶，好 ，OK。然后丢高一点，对，哇，对，哇，耶！我来抢了，我来抢了，耶！我来抢了，太高，你们真的是很高，需要高一点。你看，你看，你们怎么学我？没有，我知道你是强棒，对呀，我知道你是强棒，我知道你的能耐。你想清楚，我们。如果你早回来，我们早就赢了。但我们还是赢了。我们还是早就，我们还是赢了。我们享受刚刚。那可是 OK， 你看我浪费很多体力。对对对，我们来看一下第三名，第三名。所以他们就没有办法卷起来过了。哎，各位露营区的朋友，各位露营区的朋友，我们先来看王仁甫在营区的表演。哇！十几年前。哇！哇！我好像在很久之前就听到王仁甫的声音说：“这个我可以，我可以，我可以。”怎么到现在还在？要抄我，要抄我，要抄我！哦，该不会就卡在仁甫？哦，接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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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发现这个地方不适合选你，其实我可以选，因为你会一直被围观哎，我觉得拍些屌这样子对。你跟这边相克哎，你不管是工作或是私人来到这个园区都会被围观。对啊，而且我觉得其实心里是有阴影的。我跟这个地方不是很熟，八字都为什么啊？因为你们所有人出发，我看哎，你们所有人都往这里跑，我想说啊，那边一定有盒子，我去外面绕了半圈，哎，怎么这边都没有盒子、啊？我说你们怎么这个区域都没有藏盒子、啊？他说哦，只有那半边有。我刚刚一直以为你是故意躲起来，不想要被找到。不是，我是走错边了。我想奇怪，为什么你们都没有人去那边？但是呢，刚才拿到大自立为王的是，伟君、孟哲，对，还有君君，对，哦，这三个人现在是选了自己的队友了。有想选没选到的君主吗？没有，这些都是我一直以来就想选的队员。会说话，会说话。那为什么一开始都开始跑？不是，我一直追你，我大概跑了半公里。他没看到。我知道你跟在我后面，我知道你人很好，我知道你的战力，所以你一直跟着我，我们要一起去找下一位队员。我知道你在我后面。杜立后来就直接在总部，他就直接在那边等。刚刚我们这个球啊。第一次玩的时候没成功，直接带到泳池里面，花花就直接下去捡了。他的球鞋，他不管他鞋子，我直接觉得偏湿，我就这样下一层拿起来。你看整天鞋子都是湿，那你整天都会是湿的脚，好干好湿，好干好湿的感觉。他一脚干一脚湿，这样直接脱掉，我怕你会。我觉得你要是标准的干湿分离耶。对啊，你要不要干的那脚？他在我们的这个，他在我们的组织群里面，他就是女生的拼命三郎。真的，女生版的拼命三郎。今天一整天你都穿着湿的鞋子，哦，待会大家不要靠他太近。等一下应该会有脱鞋子游戏吧？等一下有要亲自己脚踩游戏。哎，如果其实就是有味道的花，一般来讲就闷在鞋子里面，然后湿的嘛。啊，如果再加上整天流汗，真的吗？从此以后你的名字就叫做梅花。你说那个梅吗？阿梅的阿梅的梅。梅花满天下。好了，恭喜橘队第一名，第一名吃东西。所以你们可以有三个陶瓷，对，两个陶瓷的是他们白兰队，好，我们只有群群队。好，让我哥一直在这里的手工饼干。哦 ，OK， 这种手工饼干就很棒，就很香。杜立吃到东西了，杜立。对啊，杜立人生巅峰。你有交代了。你冷静，冷静。二道分离，对，二道看不到交代。还在吸什么？还在吸什么？今天才一大早，他就饿成这样。很奶油
香哦，浓郁的福哥，你还在旁边练习？从那里跌倒，从那里爬起来。我们这个东西那么烂，我就要练习，下次遇到的时候就要赢，要赢，对不对？我觉得这个饼干如果有一杯茶可以配的话更好，现在有点干，那你看一整天都当干粮吗？好香，好香，很香，这个很香，真的很香。可是我们在这一个凑队只拿到一个桃子，我们后面要辛苦一点。对，对啊，因为也不能换队友。他们一直在强调说，对啊，他们一直在强调说，陶瓷的数量会对最后一关非常有优势。优势，对，哦，是哦，对，啊，你现在才知道吗？我也现在才知道。你也现在才知道。所以你们刚刚都没有。那如果摔破怎么办？摔破就没了，要自认倒霉了，自认倒霉。好，那接下来我们要。不能再输。好，加油啦，三国 ，Go！ 好，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虽然我们已经前进到下一个新关卡了，但是王仁甫还是非常努力的拿着他的这一关道具。我跟你讲，这是一种精神，而且在经过你思考过后，要用头脑去过关。嗯，我们刚刚一直都是这样，刚刚太急了，太急了。我告诉你，我们想到一个新的方法，手举高，一二三，没有厉害，差一点，差一点，差一点，一二三。啊，不是，你就高，让他不要抛，抛的话容易有力量，让他自由落体下来。不错不错不错，所以游戏啊，所以很多人说啊，我不太会玩游戏，可是其实就是摸索。对，你要用动头脑去玩游戏，他就会有机会过关。有机会，对了，嗯，好，现在要进行三国积分赛，共有三个小关，各小关会采巡回赛，比如说蓝国就跟黄国，哦，那黄国就跟橘国，橘国再跟蓝国，都对了，所以都会循环赛道。哦。最后依照胜场的总和和排名获得相对应的陶瓷数量。嗯，我们如果看这个样子，我们是应该要拼三个，我们一定要拼三个，才追得上刚刚那个，才追得上哎哪一队啊？如果再让他们拿三个，就不得了了。想要信心那么重，好不好？过我们就关嘛，好一点，好不好？当好朋友嘛。对，我们就大家放心。你们如果你们也想要拿多一点，就不能让他们再赢。我当然不会让你们赢了。可是这个好像没有办法互相帮忙，因为他其实也是这样子。没有，就是我的意思说，对到的时候要全力，全力。对到他们，哎，我们现在可能两个一队，然后对他们，是不是？没有了，没有，不要被骗了，我们真的。新闻哥，新闻哥，我怎么觉得你越来越有维明哥的镜头？就是都会那个规则会有点搞不太清楚。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帮他们这些人上一下补习班，是很清楚的，要先补习一下，全部发一起来，觉得怎么样？光解说游戏要再让主播跟他们沟通，没有第一关就是五位主持人分别帮跟他们解释游戏规则，先明解的获胜。对，你刚刚一讲完之后，你有看到外面的反应吗？制作单位的人，他们全部的人，制作人都要啊，可以不要吗？有这么先讲第一个任务是要各派一位队员进行坐姿拔河，那我们到场地的之前要派好人。好，没问题，没问题。好 ，OK，Let's go。好，经过了刚才这一个大概五步的阶梯，我想大家都已经思考好各队要派出谁了，猜拳好了啊，最赢的第一组了，主公自己去，主公嘛，主公猜，主公猜，主公啊，主公，哦，都女的，主公都女的，哎，没有，主公是我，但我派花花，他们派公主，加油，剪刀石头布。哎呀，那我们其实就没差了，那就没差，那就照着这样过去好了。好，所以这个拔河的胜败判定是怎么样？让对方屁股离地，这样拉着，手抓手，力量大，那脚是弯的还是直的？脚应该是弯的了，弯的才有办法这样。是会拉不到啊，这游戏设计不公平啊。谁有办法让杜丽的屁股离地？就算他整个人拉起来了，他屁股离地的距离大概有这么宽。他屁股能看我汉堡吗？可是我在你的对面，我看不到你的汉堡啊！你站在我后面就可以。我只会看到铁蛋啊！喂，哎，这铁蛋在讲什么？在哪？以后我吃铁蛋会有画面。你从那一次开始已经不吃墨鱼汉堡。对，我认为他们胜算真的太高了，因为两个人都是三个人一定赢的啦，他们一定赢。没有，这其实决定权要在橘队。
对啊，看绝对派出哪一个，让你们先派，你们派人我们就跟着派嘛，好不好？你们这样对吗？你们已经是三个陶瓷了。哎，我们在玩游戏，我们刚刚要跟你讲事情呢。对啊，他们派孟哲派。还孟哲曼杜丽都很强，我跟你讲，我们派这三个都很强，嗯，因为就算以女生来讲，花花也是很拼，哎呦，伟君很强，哎，我没有说他弱，只是我说他也很强。那既然你这样说，那就让三个女生来啦。嗯，我们要想一想。你刚不是说很强吗？很强没有一定要先用啊。他现在是在想说，我要胜之不武，先拿下这一分，然后让大家来骂我们，还是要让画面好看？因为这一关，他是为了画面，基本上我们就可以稳拿三个陶瓷。搞不好后面你们也可以再拿三个陶瓷啊。但后面不一定有他的强项啊。哎，也对。我跟你讲，我们这边就直接这样说，你如果你出来，我们一定是伪军。那数到三一起站出来。好，派错就派错。好，好，来，数到三，往前站一步，一、二、三。哇，好险！你们是被逼的，我跟你说，我是被逼的，我是被逼的。哎，我觉得我们这一队最老实。哎，我怎么跟你们两个在一起，我也变老实啦？对啊，因为我们是正派团体。对啊，你不要忘了，你从上次一直说你要改过自新之后，你现在就是正派的、正派的、正义的这一方。哦，因为早早的就是邪恶还有反派，就是已经变哲，然后军军接手了。然后你上礼拜不是这样讲哎？怎么这礼拜他同队之后就变这样子了？所以其实他才是有问题的。三国巡回赛竟意外变成经典画面创造赛，杜丽我准备好了啦，来不要嘴巴这么，不要比吗？杜丽我不会上钩。接下来这一段，不管是谁输都精彩，真的。这个是平常就是你让他们上节目可能看不到的，准备了，来，准备，耶！简单动作，简单动作。好，来，数到三，往前站一步，一、二、三。哇，好险！好险！你们是逼的，我跟你说，我是被逼的，我是被逼的。选的就是这样，这一关就不要受伤为原则。对，不要受伤。好好好，好来，这个小吴对伟君，伟君虽然说是女神。但其实严格讲起来，她是女汉子。我跟你讲，如果我们要翻拍《神力女超人》，台湾唯一人选就是林徽因。我跟你们说，真的，在生在古代，她肯定就是花木兰。嗯，只要我知道，她现在握的超人。然后这个关卡有没有？这个关卡呢？又帅包甩飞。这个关卡会有，就是还有一个状况，就是摄影师很开心，因为他可以光明正大一直对着林徽因的屁股。是啊，对着我吧？哦，是吗？我们还有队友。你要知道，摄影师。他是先甘后苦哦，他先看女神的屁股，后面可能会看上墨鱼汉堡。来听哨音，预备。小吴不一定会赢，我跟你讲。啊，小吴没有滑了。我跟你讲，你实线在这边超过五秒钟就输了。我是中线，来，手要抓紧，一秒钟，秒钟，秒。小吴，你经过这个疫情，你吨位增加了。我真的，可是我跟你说，他的意志力超强，因为一开始我想说我就坐在那边不动，他拉不动，就后来他不对。当你要实力的时候，重心已经在他那里了。对，哇塞，伟君呐！我看好他 PK 杜丽。没关系，没关系，本来就是都会循环到，都一定都会循环到。如果输就输了。黄队目前呢是一胜的状况，但是现在我们的台湾神力女超人林伟君，在他眼前的是一座黑色的矿山。而且老实说，在刚刚还没有跟第一组对抗之前，我头脑里面画面是待会杜丽会把林伟君整个抬起来。可是，在看完你们的表演之后呢，我现在的画面是，我觉得林伟君待会会把杜丽抬起来。我也想看这个。对啊，我已经不舒服，我们可以开始吗？已经不舒服，预备，
听声音。我想吃东西不行了，怎样？不是，你想吃东西可以，怎样？你吃了是我买了好几次，然后每次都不吃。不是，你想吃东西可以，你把人拉过去，你想吃他是不是？而且他把伟君拉起来，他把伟君整个拉起来往这的时候，他还把他的手往后放，意思就是他就只能这样子的状况哦。伟君原本手想往前挡，然后他把手收到后面，伟君就只能这样。哇，你刚刚有没有？你刚刚有没有开着车，然后要撞到黑色矿山的 feeling？ 要靠腰力把自己的头扭到旁边。刚刚那个状况还好，伟君有扭头哎。对，如果没有扭头，就是偶像剧了耶。对不起，真的是偶像剧。真的，一倾倒，真的，一倾倒就马上就要定格，然后下歌。对，马上就要下歌。You are my destiny。怎么可能啦？我准备好了啦！来，不要嘴巴不说，要比吗？杜丽，我不会闪哦。那也要比吗？来，杜丽，他不会闪哦。你要公平，哎，你这次你要公平，他不敢拉你。对，准备好了。他不敢拉你，我不想玩。对，你要像刚刚那样子拉伟君这样拉。这样可以吗？来，现在。好期待哦。反而小吴坐上去之后啊，是杜丽害怕的。对啊。杜丽，而且不要一直这样，好不好？腿都没打开了，杜丽腿合起来了，我准备吐过去了。我觉得这一关。输赢已经不重要了，感觉最重要了。对，感觉好。现在看感觉了，看感觉了。看会不会促成一段，会不会促成或诞生一段新的恋情？要直接讲。哇，好天成。我们要跟大家讲一下，在录之前呢，小吴有说，如果待会他被拉过去的话，他是会直直的过去，不会闪的。不会闪哦。对。我勇于面对，丢出直球。你看杜丽多紧张，你看她冒这么多汗，你看。小吴，你先给杜丽看一下你嘟起来嘴巴的样子，看吧。我的是这样，汗水还泪水啊。泪水，泪水。好不舒服。来，预备。拉我。听声音。翘脚，他翘脚，然后说：“我来了。”这个有事发过后的 feeling， 事发过后的 feeling， 杜丽也会有怕的时候哎。案发现场，杜丽，你完全变另一个人了。就诚如我们预测的啦，橘色的拿走了两胜，一胜零胜 ，OK， 很好。我们来到这个第二个新的关卡了，是的。但我们在辛苦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很开心的，就可以在节目里面凑成 CP。因为刚才那一关的游戏，我们促成了无力 CP。无力，好无力哦。无力 CP， 哎，你们刚刚休息时间你们都没有看，休息时间两个人在旁边聊得很开心的，抱来抱去的。他们各自分享刚刚的 feeling。对。哎，真的，刚刚无力帮我拿冰水哦。哇。讲这些东西啦，刚才，我好帅啊！狐狸 CP 这一关是有水枪，然后嘞，各派一位队员进行水枪版的男生女生左右配，你只要水枪比到对手的方向就是获胜，然后可以喷他的脸，一把就决胜负。所以其实只有左右边而已，左右没有上下。数到三站出来，数到三站出来，啊，一二三，噔噔。运气，这运气啦，这是运气的。为什么两关不交换呢？运战。好，所以呢，鞋子跟圈圈已经就位了。我跟你讲，基本上哦，这个呢是解黑白配，男生女生配就要喷喽。来，准备喽，来，不能够离开红店哦。好。好，来，预备，黑白配，男生女生配。圈圈好美哦！哇，圈圈慢动作，慢动作，慢动作，一头甩，慢动作，慢动作，
真集哦，写真集，写真集，哇，写真集，哇，下雨了，哇，下雨了，哇，哇，大家赚到了啦，赚到了。他那个转头好美，就像这样让水这样，就是女神呢被泼到水，感觉就是不同。对。然后我们这一周播出完，哇，本周饥饿游戏主谋一讲完规则，下一个画面就是 high speed， 然后那个圈圈这样，对对对对，然后都是水，放慢六倍速，绝对要六倍速，让水珠这样。再来再来。好，下一轮，下一轮，下一轮。我突然觉得我有重责大任哎，哎呦，我好像非赢不可。对啊，必须。花花也好看，也好看，也好看，也好看。花花，为了我们大家着想，你绝对不要赢，因为我们不想要看水写字。是吗？我好想看耶。预备，黑白配，男生女生配。啊啊！甩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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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甩，浪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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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对，打车打车，付不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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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上不起，不是付不起，怎么付不起？是多缺钱，他付不起。我忘记歌词，忘记歌词。各位全国的观众朋友，你们是不是要很感谢我？对，画面好好看哦。营造出了就是全国最好看的画面，真的，这个是平常就是你要他们上节目可能看不到的。写字歌没有，等一下才最好看，他们两位现在在对决。哦，精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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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更精彩，更精彩。各位全国的朋友，现在是你们的最佳时刻了。是是，我要跟你们报告的是，哪一个在台湾哪一个综艺节目可以同时拥有两位？女神，只有在饥饿游戏，所以现在给你们三十秒的时间 ，Line 啊，微信啊 ，WhatsApp 啊，啊，脸书，赶快叫朋友，赶快转过来这边看。接下来这一段，不管是谁输都精彩。而且为了这一段，我们多加一个规则，如果平手的话是两个人可以互分。你们时间让朋友来看之外，我们也要去买更多的水枪，我们要一起喷。平手的话就喷五秒才能下一 round 哦。黑白切。OK OK OK OK，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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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花比较狠，花花比较狠，写真集来了，花花比较狠，花花比较狠，傻眼，花花直接一枪拿起来直接爆头哎，直接往脸上，没再客气的，来 round two， 黑白切。男生女生配，哎呀，没准备，哎呀，没准备，你朋友干嘛了？跑到我们这里来了，哦，好，来准备哦，黑白配，男生女生配，耶，男生配，耶，圈圈也输了，哎呀，下雨的声音 ，OK OK OK， 现在呢，我们三队的成绩是怎么样？橘队现在是橘国，现在是三胜，哦，黄国也是三胜，三胜，蓝国是两胜，蓝国要加油了，还有第三战，好不好？就位，第三个小关卡，我们看到很多的小牌子，要玩什么呢？要各派一位队员，听完 Q&A 题目后，用屁股去粘正解，率先答对的就获胜。完了，这是数学题哦。我们就都各剩下一个嘛，是，嗯，人符它是对数字是最敏感的，哦，对，我算数算账厉害啊，可是因为我们算的数字后面都会好多零，哎，不是，只有个位数跟双位数没办法，所以绝对就是剩许望哲，对，啊，是黄队是人符，蓝队这边剩新闻哥，第一组是蓝黄的对决，是新闻哥跟人符哈。好，新闻哥一直在看排位哦，看排位，排位听起来，排位听起来，对啊，牌子的牌子的位置。好，第一题，请出题。题是常识题，在十二生肖中，羊是排行第几的呢？是哪一个？林小编，林小编，你最近，鼠牛虎兔龙蛇马羊，我还在猴鸡狗猪，我们破蛋了，新闻哥破蛋了，我终于破蛋，我们终于发了，
这个喜悦好像有慢了很长很长一段时间呢。而且希文哥刚很一个很 man 的人，然后拿着我们发了发了奖。好，所以恭喜你们，先获得一分。下一题，请出题。乔妹的弟弟比乔妹小2岁，三年前乔妹3岁，请问三年后乔妹的弟弟几岁呢？等一下，完全忘记了。那不然我们两个都各先选一次，然后看中了就中了，好不好？那如果没有中了，我们就再一次。一，等一下，他到最后是问乔妹和乔妹的弟弟，乔妹的弟弟，乔妹的弟弟，好，就随便一个，随便一个，好好，我选一个，好好好，好好来来，孟哲是一，然后人甫年的是七，有没有正确答案？有有有啦。黄国获胜，哎，等下黄国，黄国。我获胜，真的吗？是乔妹，乔妹是乔妹还是乔妹弟弟的年纪？还是乔妹的同学弟弟啊？3+2+6啊，加六。所以王仁甫是没有算的状况下没有，我就随便选一个，我真的没有算，我只是说啊，好了，反正我没答案，你也没有答案，因为刚才讲好了，如果两个都没送，就再听一次题目啊。对啊，对啊。结果他竟然蒙到了，我真的蒙到了，我真的没有算。强运，王仁甫就是有一种这种强运运势，所以你们现在是一胜一负了。一胜一胜。好，来，请出题。这题是生活题，豆豆的生日是2020年2月26日，当天是星期三，请问2020年3月6日是星期几呢？20天前，哇，好难哦！哎呦，哦，有人，请问要不要选？快点！来，有没有闰月？有没有闰月？我还在算了，我还在算了。不能这样，对，好，来一个一，一个二，来两个都答错，答错啊！那我知道，好伟大哦！你打假篮球的。好，现在就两个看谁最后屁股抬起来有数字，谁屁股抬起来有数字？老天爷在身边。加油！哦，希望哥快赚钱！哦，哦，希望加油！快点，厉害！站起来，站起来！徐梦哲不错，徐梦哲不错。新闻哥啦，刚徐梦哲是硬把他骑过去，起来的时候硬把他骑掉了。好，所以没关系，两个都算你们星期三嘛，他都答错。啊，还是错？快再选，再选，再选，是星期几？那你就剩星期五啦。对，你就剩星期五啦，根本没时间算。蓝国获胜，蓝国获胜，超对的。那这样子，请主谋来宣布一下成绩。蓝国2分，两分，总分2分。橘国是3分，黄国是4分。我们赢呢！哇，我们的这个大关卡，恭喜黄队获胜！来，哇哇哇！陶瓷是1、2、3，这样我们可以获得3个，但赢这一关也太爽了。哎，披萨好棒哦！还有刚为什么没有披萨？整杯的饮料哎！哇！而且你们要讲一个你们更羡慕的事情。对，太阳把这披萨晒得烫烫的，对，脆脆的，连盘子都有烫，盘子都烫的耶！哦呦，好香哦！我觉得上一关的你们太敷衍。三关的美食太敷衍，第三关是选对，蔬菜棒啊，就是早餐的规格大概就这样，你知道？然后现在到这个时候，烫的，哦，还是烫的，烫的，哦。我想这个上面有肉啊，晒了太阳之后会酸掉，不能放。我这个是薰衣草柠檬，变辣了。这个是青酱，咸猪肉。对，这个是他们这边三峡有名的黑猪肉，而且真的热。它是热的，该热的有热，该冰的有冰。因为是现烤出来的，真热。哎，不要讲个话嘛，我们在吃东西嘛，帮忙讲一下话，不要只有干瞪眼嘛。你是要找点事情做嘛？我干瞪眼之后，我还有火气。好了，所以呢，这一队恭喜黄队获得3个陶瓷娃娃，还有吃到美食。下一关。漂亮的地方，这里面散步其实也很舒服，有很多的枫树啊，还有很多文旦，还有文旦。我刚刚看到旁边有几棵。
看好大颗，我好想。这个地方哈、哦，就是最适合情侣来的。啊，对，你看，你看后面，你看后面，我们这里有一对。看起来好像哎，漂亮哦，无力 CP。无力 CP， 无力 CP， 真的好乱啦，再走一段啦。好啦好啦，好，现在我们的战况可以说是非常的激烈哦。对，其实大家都差不多，对不对？你们总共有五个陶瓷，我们这两队呢都有四个陶瓷，对不对？对，所以大家要加油。再来要进行三国抢地纪录超越赛，在园区里面共有六项的指定任务可以挑战。哇，好累了！打破关卡记录就可以占领这个地方，限时15分钟之后，依照占领地盘的数量来获得相对应的陶瓷品的数量。人家是第一名就三个，第二名就两个。哇，这很累。哦，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要一直重复玩这个游戏呀，挑战别人。你的被刷新了，你也要赶快再冲回去。躺的都有两个。没有啊，没有啊，你如果都你的都被人家抢走，你就领啊。十五分钟，它是限时，你抢了这一个，你离开要去闯那一关的时候，如果我又来把你的地抢走，你的地就没了，是这样子的。记录一直是被超越，超越就被抢走。那个记录是你的话，你不可以再去自己挑战，要有别人来挑战过了，你才可以再去挑战自己。那最后压线关呢？时间压线，时间到的时候你有进去，可以做最后一次挑战。OK， 好，即使记录都是一，真的满头雾水，不是没事，就努力就至少要超过二。所以新闻哥还是说满头雾水，对，他说他是大天从你来，这个朋友们，哎，不行不行，那这样我们也是一样，没有更好，这样子就可以比较出来了。十五分钟的耐力赛，哎呀，这个我刚才有稍微解释一下，希望新闻哥可以理解了。新闻哥可以的，反正努力好久啊，你只要一直突破就对了。我是觉得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你什么都不要想，你就到了这个关卡，然后看它门槛在哪，你要不要挑战它，就这样就好，其他你都不用想。君君会处理。我已经跟他说没事，就跟着。我发觉来饥饿游戏那个关卡越来越高级，有六种任务哦。好，这个其实快好像也没有太大，没有快，没有太对啊。其实应该都要先让别人累，别人累了以后，先去让我们看规则，我们抓诀窍完之后，后面再去战就好。你前面就这样，他轮流洗，对不对？那你前面，我们前面六轮洗完也没有意义啊，还是被人家都超过了，马上就刷啦。那要不然一开始游戏是最简单的，15分钟就有前14分钟大家都在等，就像我们这个游戏就玩1分钟就好，也是不错。对，好，所以就听哨音，我们就15分钟了哈。听哨音，预备。我们都一样。先去抢，不用跑。其实有一关，我们也可以先看小吴玩。可我觉得那个，我们冷静，冷静，冷静。我们跟在他们后面，看他们怎么玩。不要，15分钟嘛，我们不一定要马上玩。我们会先保留实力，你知道吗？因为君君哦，不要冲动。君君是他，我觉得君君越来越长大了。我们接下来要看他怎么操作。哎，他们那队就已经先去占领了。到了，黄队请，黄队请。他们已经去玩了。哦，这个应该是要甩到头上的。一位队员腰绑 S 腰带甩球镜头。限时30秒内进桶的次数哦哦，这个其实我跟你讲，这个先来，不是因为这个，因为30秒其实要甩进去那个机遇的问题，我们等一下，那个要快不会快到，所以有可能会 hold 得住，对，可是30秒看进几次是不是？对，这个是要绑在哪里啊？绑在腰上，绑在腰上，然后每次进桶后，所以你要这样推吗？对，每次进桶后我这边时间会按暂停。把球拿下来，让球完全静止。这个我觉得鞋子好像在这个桶子进桶的，好像蛮厉害的。它是靠腰的，对不对？对对对，鞋子靠腰，鞋子最会的就是靠腰的。你可以说话好听一点，是一定是靠腰吗？三国争霸歼灭赛全都在打话术战。你们要前往园区找剑，找到之后看你要射哪一队，把所有的陶瓷品射掉，那就被淘汰了。我刚刚跟黄队姐妹，真的假的？因为鞋子哥很厉害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回去，然后我们找剑给他。太好了，别把橘子干掉。哎，你们刚刚不是说老公？对，哇。哎，圈圈，你在干什么啦？不是说先射局吗？想好射蓝队，我们这样子2-2平均之后，我们就射蓝队。来呀、啊、来呀、啊，什么2-2平均之后可以先射蓝队啊？平均之后快了，这样2-2，这样哎。这个我觉得鞋子好像在这个桶子进桶的，好像蛮厉害的。它是靠腰的，对不对？对对对，鞋子最会的就是靠腰的。
你可以说话好听一点，是一定是靠腰吗？先来看一下这个是什么。这个啊，这看起来不是很容易耶。很多小道具，零零口口的。哦，这个射标啊，射飞镖。哦，一位队员采发火箭，两位队员连续以头上圆盘。火箭的数量，接火箭的数量，我很会接。我觉得还是会发射。我觉得发射好。对，新闻哥发射。好，那我们就先试。先试试看。我跟你讲，我们的策略。限时三十秒内朗读三字经的段落。二队现在记录人支出，开出一位队员。三十秒，你要、okay 啊、要挑战吗？你觉得要挑战还是要换乖？反正我们没关系啊，我就先挑战啊。好啊，好啊，对啊，这一年的最快。谁？因为我们没有玩过这个哎。所以是我吗？都可以啊。我有阅读障碍的。那我来试试看，要吗？好。所以刚刚这样讲起来是你不行，对不对？我觉得我不行。好。来计时开始。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窦燕山，有义方。教无子，名俱养。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子不学，非所宜。幼不学，老何为？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为人子，方少时。请师友，习礼仪。香九龄，能温习，孝于亲，所当执。荣四岁，好，荣四岁，是荣四岁。好，其实念了一半，蛮厉害，还不错啊，真的吗？还不错啊，那因为都没念过，后面都没念过。对，后面其实没念过，就中间有个几句有听过，然后但是可能中间又没听过这样。好，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就先占一个，反正至少先占一个。对，开始。好，停。好，等下嘴巴静止哦。好，停止。我现在花了三秒哈。好，开始。禁止啊！这个不错，这个不错。好，开始。三，哎，没有，再再继续啊！不要这样。哎呀，镜头不错。再用力一点，怎么样？看完了。五。OK， 停，还有五秒，那应该还可以再一颗。再一颗。来。啊，快点，最后一次。三，二，停。三零零零零零两秒，禁止才开始，禁止现在开始啊！你甩，只有两秒哦，预备，开始，二一，没有，好，这个他必须，他一定要挡，他一定要挡一下才有办法。好 ，OK， 没关系，我们四颗先这样 hold 着，因为四颗，因为应该对，三十秒，四颗已经蛮强了。哎，他们要不要去弄橘队的那个？橘队那个，对，跟在橘队后面。太远了，新闻哥。所以我要试试看呢，角度是可以调的。所以我要试试看呢，新闻哥的角度可以调，角度可以调。对。黄国占领，好，向前，你们要冲过来，哎，大家在前面，我在后面，可以站很前面，你们要站哪里都可以。好，一二。黄国占领朗读区，快点，差点，黄国占领朗读区，往前，哎，差一点，差点，我不去，至少这我三次就很厉害了，就疯狂发射，哎，有吗？没有，好痛啊！这人接到过吗 ？OK， 接到过吗 ？OK， 来呀！差一点，一个，剩下一个，现在没有，他就要中断。好，我们来看一下这边，我看到后面有个拳击手套，然后一位队员轮流丢水球，两位队员戴拳击手套连续打破水球的颗数，现在是一颗。我觉得这个我们可能有把握一次洗高一点。对，我们就一次冲顶。好，让人家没机会。好。朗读区。哦，朗读。什么朗读区啊？那我们来了，朗读区，朗读啊，这个三十秒内，朗读人字经，这个的段落是容四岁，所以你超过的话才会是你们占领。我来这个我可以，随便。人补。好，准备要计时开始。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窦燕山，有义方。教无子，名俱扬。养不教，父之过。父不严，师之惰。子不学，非所宜。幼不学，老何为？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为人子，方少时。亲师友，习礼仪。香九龄，能温习。孝于亲，所当执。荣四岁，能让礼。弟于长。宜先知首孝悌自见闻知某数是某文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三才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三纲者成君君臣义。好，先讲，
君诚义，君诚义，君诚义，最，好，那在前面一个，前面一个，跟绝对后面，跟绝对后面，他们会气死。对，还有可能拿奖金。我们现在站两个的嘛，对，站两个，我们要跟在他后面。哦，可是他们全集的应该很难呢，全集的超难呢。王国占领朗读区。哎，那边也没有站，那边那边好像很难呢。接球的，接那个接那个好，那个那个你很厉害，那个那个我来接，我来接。那就看他们两队谁先结束，谁先结束，我们去抢。哎呀，这边是都不开始吧？等一下，你是不是不想玩？不怕我们看到规则？我们第一次就失败，让下一个先玩。要吗？玩完之后，不是还是要试试看吧？要吗？真的吗？你们先试试看手感嘛，对不对？哎呀，没有了！哎，失败！杜丽，杜丽，来，来试试看。不要，失败，失败，我们失败了，我们失败了，我们失败了，我们刚刚失败了。失败了。嗯。规则看规则牌。因为这个好像失败没差，因为这个也没有那么容易。因为队员丢水球，两位队员带球，连续打破水球的颗数。他们的这个战术，他们这个战术没有比较好啊。用一颗，然后一颗，我们为什么他们要这样？他等一下就还要再玩一次。再回来啊，对啊。那我来踩好了，我轻一点。来了，有，哎，差点，差点，没有。你这个，这个很好，这个很好，你就在这不要动。有一个，有，好，不要紧张，不要紧张，不要紧张。有啊，我去，来，我试试看，好，好，没问题。我就这力道哦。哦呦，哦呦，哇，胜哥，中了，等一下，等一下，先拿掉，先拿掉，好，好。往后，往后，差一点，差一点。我又差一点，好难，好，来交。啊，太远了，算了算了，放弃。好，放弃。放弃。我们刚刚跳了一关，我们去破他们记录，去破他们记录。来喽。好。哎，这样不算嘞，那蛮难的。那我要换手，我要弹啊。过哎，那没人，那没人，我们继续弹。好，没人可以继续。我来，我来，我来。好好来。好来，换我，再来，再来，再一颗。哎，没了，还是一颗。哎，再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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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我来，我来，再来，一颗，好。用手抓，手抓，手抓。哇塞！哦，好来，哎，这不算呢。你们现在站点，所以你们要到下一关。等别人站点之后，好，我们放两颗。对呀，好了，好了，两颗。好了，好了，两颗。这个也太……好，我们来这里。这是什么？羚羊什么？羚羊寡龟，这个是干嘛的？连续掷出羚羊配的次数。这是寡龟，然后醒龟。醒龟，那这个就是拼运气了。拼运气，来吧。哦。羚羊一次。可以可以，来。哦。两次。不错哎。啊。哇。两次哇。那我们还可以再继续吗？因为我们排队的话。啊。不是，因为现在的记录是我们的。哦，对，我们去看看有个乒乓球，那个有网球的。对对对，走。全国占领寡龟区，全国占领耶！一位球员轮流丢起水球，两个队戴拳击手套，连续打破，才两颗，才两颗，两颗而已。好，来我来打，我来打。好，这个是要玩什么？干嘛？哎，好长哦。两位队员以手摆。好。一位队员连续跳过的次数，跳绳的概念吗？跳绳，他们就有玩过，来一个一就这样吗？我来跳，没有人来过。我们一定要高哦，要高，因为他不然我进去就算了。高，你们 hold 住哦。高，啊，这个头大概会有点危险。对，把那个绿豆先弄出来。好来，李志江。再一个，再一个，再一个，再一个。一位队员腰绑 S 腰带甩。腰带甩球进筒，限时三十秒，进筒的次数。计时开始，有进筒可以喊啊。哇，不容易。没关系，没关系。慢慢来。对。哇。哎，好，别聊技巧吧。来，再让球停下哈。好。好。崴单弓啊，崴单弓。哦。很好，很好。很好。好。不要技巧了，开始。有那个感觉，呜。好，三颗。三颗。耶，很不错。现在还有十秒钟哦。加油加油加油，可以。开始。哟。四颗。这抛物。哇。有了。开始。哇。好，
右。然后运气好。开始。Push。好。哎呀。还有五秒。这队长好啊。开始。哇！加油，我们来。开始。好，时间到。帅帅，九次应该 OK， 三十秒要，好，三十秒九次应该 OK。好，我们去刚刚拳击去。好好，好，我们要想把它对气球。哎呀，好跳，而且它好远。对，不是啊，节奏我们也跟着跳，跳得它才高。加油！要蹲着，我要蹲着，好累。我也好累。不错不错，但我觉得我们这个投资很好，我觉得我们这个可以。哎，扭动区，我们扭动区被抢走，回去可以 hold 一阵子，回去扭动，回去扭动。好，这样一颗，你看右手很用力哦。不行呐，他那个这样不算吧？不能连续啊，不行，不能啊。因为左手真的。啊，那我们去别的。你记得用力，不是这样子，你这样这样子，好的好的，左手太难了啦。对啊，为什么用左手？哎，有了，加油，辛苦了，加油。我一定要过。还没啊？加油！快过了！哇，加了！过了！哎，这一关其实蛮舒压的。来，这是三只脚在朗读《三字经》的段落，目前有。这是什么？君臣义。来，计时开始。人出进门，站进正气，即将远国不教进来，尖叫到退与砖。席孟母得令处，子不学断机书，斗鸡雁三人一方，教五子名俱扬扬。不教不治国，教不严师弟过，子不学非所宜，幼不学老何为，欲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为人子方少仪，亲与师。方少时，亲师友，习礼仪，相久邻，能温徐，孝于亲，所当执。柔四岁，能见离，弟于长，宜先知。孝有所至，亲为母之友。一，是，好，好，撤，走。哇，会不会有点太高？太高是太远。对。这样可以吗？你的。哎，很难接。对啊。因为它有那个，可以，差点快了。你试试看，如果呢，就是直接往前，往直的吗？这样。好哦。太远了。对啊，这样太远。哦。蓝国占领全旗。哎，厉害。好，这样一个。蓝国占领全旗。那一样，刚这样子吗？对。好，一二三。好，两个。好，一二三。哇！三个。一二三。一二，一二三，
一二三，啊，弹掉了，没关系，七个，哎，六，七个，六个，六个，成功占领，六个成功占领。连续掷出羚羊配的次数，他加两次，两次正好，正好。羚羊配，就宝贝，宝贝，宝贝，行不了，啊，行不了，两次，行。辛苦了，加油。啊，要轮流的吗？一次，黄国占领全集区，黄国占领全集区。两次，啊，再来，画记录，画记录。辛苦哥，我们要发了，来来来。橘果火箭，三次，再继续，继续。火箭区。好，三次可以了，好，走，哎，过，放哪里？好，我计时开始。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形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子不学，非所以；幼不学，老吾何为？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为人子，方少时，亲师友，习礼仪。香九龄，能温席，孝于亲，所当执。荣四岁，能让梨，弟于常宜先知。首孝第四见闻，知某数，是某文。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三才者，天地人。太难了，太难了。他四句而已啊，你觉得有办法吗？我觉得没办法。真的吗？来，我现在还没办法。我们先去，哎，够不了，够不了，我们先去宝贝。哎，快断气了。扭腰真的很难呢。好，来，我来，我来挑战，我们来挑战。好，预备，开始。一，预备，开始。Nice。开始。好，其实蹲在男生下面拿球的感觉是有点像。十，开始。我帮忙。你拿会不会更怪？等一下，现在暂停，因为你拿我会受不了。抱歉，那我在旁边看就好。会卡住的，不好意思。好，来，开始。Yes，Nice，Nice，Nice。耶！还有十秒钟。九。时间还剩一分钟。开始。时间还剩一分钟。Yes。不愧是生了一个小孩的人，两秒钟果然不一样，想不到你一颗就很强了。哇，你看压线过几颗？OK 了，你一颗就很强了啦。知道为什么魔幻音可以维持二十年吗？生一个，不过生两个。为什么脾气这么不好？我老婆还跟着我这么久。果然有过人之处。太低我们不好打，嗯，让我们有高一点的，有高一点的那个力。可是这个太小，好，这样，这种吗？对，可以，没关系，很好，很好，至少好高的。用手掌，有吧？有这个有，它在空中了，有吧？一。我们现在是几颗？二十，再来四颗，五个。好，猛哲哥来哦，杜力来哦，杜力来哦。还有哪里有关？最前面还有一个。啊，走，我们没有去过。一打探就可以玩了。那是什么？两位队员以一手，一手摆动弹簧，一位队员连续跳哦，跳绳，跳绳，来，谁我跳还是你跳？我跳，谁跳？我跳。时间到，也进入任务区的，好，先进，可以挑战最后一次。好，走，试试看，好，没问题，慢来。有没有感受到我刚才说的
会很累，哎，真的好累啊！我觉得这十五分钟是拼的耶。我觉得我们刚玩游戏的过程当中有下雨吗？对啊。为什么每个人看起来都大家都这么湿的？你现在就知道我每天是什么感觉，是不是？你每天都是湿的。对啊，我每天都这样啊。好了，所以请你们公布一下今天最后的战果是如何一个奖。哦，一关一关来。朗读区就是念这个吧。哇，这个真的很厉害，这个很难念的。君臣义，我们的人是谁喊的？我就猜到一定是人民点的，因为小时候有背嘛。对啊，而且我们的成绩是君臣义，而且人。哥一口气不换气的那一次，老师小朋友看到哭了，我好感动。对啊，谢谢师姐，老师也很感动。这个非常好，灰区吃的，灰区灰灰的是灰。稍早占领的蓝队记录是三个醒灰，究竟会不会有其他队伍挑战成功，抢走战地呢？再来，很感动，这个是非常好，灰区吃的，灰区的是灰，他们那个好难哦，五次哎，连拔五次，梦泽本身有神灵的庇佑，他是五八公，对啊，所以他去庙里面拔汽车，不是吗？过年的时候都会去那个弹跳区。很跳跳绳吗？跳绳跳绳吧，跳绳啊！我们没玩到，没玩到，放心啊！跳绳没有人会破，我们最后面没有人会破我们啊！你们都没有玩过，没有，没有玩过，我们也没有玩过。最后第七分钟才走到，我只能玩一次。2、4、5、6、7啊！这个脚好累。好，没关系，因为我们哎，我们是就不能再挑战了，游戏结束啊！那你知道我们是怎么样过的吗？你们一定没有跟我们一样，因为我们连甩的人都跟着跳。对，我们是三个人按照韵律跳，怎么甩，怎么甩，它可以前都会有点变形，但上面会断，然后中间的我要很低，一定要维持这样。然后我们两个要一边甩手，最后是这样子，一。二，那你也在绳子里面，我们在绳子外面，我们在外面跳。跳完三个人都好喘。是，我们会两关了耶，两关了。厉害。火箭区，火箭区，火箭区来了，来了，到哪了？啊！哎呀，七，差我们一只，我们差他们一只了，对，我们就破了，请你们的。在那边好久，就是为了要破你们的。好，再来，我们已经三个了。弹跳是哪一个？扭动区啊，那个球比较强，靠一颗追求人生幸福的游戏。那这里是黄队，那这里是黄队。我跟你讲，十二次，我要跟你们讲。人果真的不愧是生两个小，对啊，他只要其实他两颗都太多余了，对，他只要一颗就搞定。什么？一颗球，对，一颗球。真的什么？两颗球。我玩的过程也只有一颗球啊，一颗球。哦，要这一颗。对对对。全集区，全集区关的，厉害厉害。最输压的了，太扯哦。最后被他们过了，啊！哎，给我们一颗而已，给我们一颗，不用想说就破了，对，都破了就不用了。杜立良。哎，那我们这样过了，其实我们不用再玩，因为我已经抢到了。那个力气的，真的，他们应该会拿到。难怪富豆花也这么湿，我可以理解，都湿。就唯一的进去就不湿啊。我就想问，你们是神吗？因为我们的完全破不了记录哎，我们那个你们一关都没有哎。对啊，而且刚刚圈圈本来这个他要去接，他以为是他们，结果。不好意思啊，被我们黄队拿走了，谢谢大家。好累哦，第一名啊，谢谢。吃东西。哇，好羡慕哦。下午茶。我们是中间的，我们两个，我们两个。哇，这很有饱足感，睡啦。老实说，这一关真的有点累耶。其实真的有点累，我是玩的好累。完全体力。我觉得这一关好像有点不知道拼什么，拼了十五分钟，然后很累。肉酱面。他肉酱面给的肉酱很多。对。不可能，黄豆一直吃吧？好饿，猛吃！你们会不会吃太饱？对啊，怎么会？你们等一下这样玩游戏，我对胃不好，我好像有点累了。对，五哥好不容易变瘦了，又要变胖了。对，你看你后面有怨恨的脸。没有了，吃的是可乐果吧？哎，所以现在这样陶瓷的娃娃累计是不是我们两边平手了？
哎，好像累积的话，刚刚又差一个啊。对，那这一关的话，三个两个，所以你是追平的。追平，对，平手。哎，我你们怎样好啊？刚好我们还是落后一些啦。对啊。哎，蓝队，你们有在比赛吗？有啊，有。我们有没有可能再超越过去？下一关，对，下一关，下一关还会有。如果队赢拿三个，所以要信心啊。有吗？我们有机会吗？而且后面好像一次是六，真的有机会。有啦，一定还有，一关六支，应该还有吧？应该还是十二支。最美啊，嗯，是那听说听起来像没有。真的有梦是最美，这句话就拼的，希望对，听起来就是觉得没错。是要拼的，拼了命也要拼。好，拼一下哦，运动加精神，运动加精神。好，最后一关大家都加油喽，加油！哎呦，哎呦，什么？转眼，我们刚刚。领着这个陶瓷娃娃，转眼间我们来到英哥了。哎，这陶瓷娃娃怎么变漂亮了？哎呦，对，哎，这个还有粉色的耶，烧出来的，要烤漆的耶。哦，这个漂亮哦。是啊，啊，老板这怎么卖？对啊，这是要丢圈圈吗？不是啦，要射的，要射的。我们这里来到谁舍得射它？英哥的陶瓷博物馆。然后这个地方呢，其实这里有收藏一些比较稀有的陶瓷，然后它其实也会让大家可以在这边做陶瓷的 DIY 之外呢，其实为什么要设这个馆，就是希望提倡大家呢可以对于陶瓷的兴趣，然后在这边也增加当地的人文气息形象。英哥的陶瓷已经是非常有名的，对，而且这个陶瓷博物馆呢，在那个里面呢还有陶艺家进驻在这个里面，所以在这边他也在创作，嗯，对，所以是一个非常棒的地方，大家来这边可以感受一下这种艺术人文的气息。我们之前来这哈，大概都没什么好吃，因为我记得每一次只要来这个陶瓷博物馆，英哥的陶就是跑步。很大，有一次在那追个你死我活的这样子，不一定会跑啊，就是你上次捏粘土啊，我们上捏粘土哦，捏粘土有一次，有一次室内的捏成电锯啊，对，是在这里啊，就在这里室内的那谁啊，谁把电锅捏成电锯啊？不是啊，烂透了那个人，我反着看字看错了，太瞎了，怎么会这样子呢？你现在是在做什么？香菇嘛，香菇嘛，对啊，这是怎么？这是香菇哎，这椅子太 detail 了，我觉得它好像有点不够用啦，它是不是做错东西了？好，时间到。你好棒，我做答案我都不知道你做的谁做。真的耶，你怎么会做这个东西啊？就这样子，没有错，他做的很像哦，而且他努力哦。嗯，好了，电锅啦，电锅。答案是电锯，是电锯啊。我一直以为是电锅哎，那么我就说你为什么要说这种？电锯，然后反着看有没有？因为拿着这样给镜头看，那就赶快捏一个电锅，结果是电锯。设计电锯的电锅。好了，要干嘛？现在是终极任务最后一关了，嗯，是陶瓷歼灭赛，然后每一队都剩下都有这个陶瓷嘛，数量嘛，七个，四个。好，你们要前往园区寻找剑，嗯，然后找到之后返回总部。就能涉及敌对的陶瓷品，哦，看你要射哪一队，把所有的陶瓷品射掉，那一队就淘汰了。OK， 所以我不能收集完十只再回来，不行，拿一只回来就是我的。要死，你这样做是很没效率，每次回来跑。那我们是要派一个人负责射吗？没有，就是你自己找到的自己回来射。哎，你要负责弓箭射的人在原地等也可以，他出去找的人就少。我们最终存活的队伍就是本级的冠军国，因为他还是玩具剑，你懂吗？对，哦，这个准心也不见得好瞄。对啊，我是觉得就全部都射黄队的好了啦。啊？怎么？要么也是先杀我们两个，我们两边互相残杀，最后获胜的是他们。对，这是有几率的。你把我心里话讲出来了。没有啦，一定是先轰掉蓝队。怎么啦？对啊，然后再来对决，因为我们是一样多的，我们这么弱。跟你讲啦，你找一百支箭射不中都没有用，真的。以实力的状况也是会先杀黄队，因为你们比较厉害，真的不一定啊，真的。那你们射的就很会生了。玩具箭难讲，哎，后野。玩具箭。可是我跟你讲，你们如果跟我们两队其中一队结盟的话，危险。为什么？因为你们是少的那一方，只要我们赢了之后，我们一定会射你们。我们怎么可能射自己呢？老公，老公，我们结盟，老公，我们先把黄队干掉。香蜜，我们先。下面一个小，你的巧克力老公，哎，不是我，是你呀，巧克力老公，哎，你想早点解脱，这个时候把他们丢掉，这个时候清醒出现了，我们派出去的，哎，难怪会有以前那个广告词哦，你是我的巧克力，搬出老公的这
句话的话，我觉得杜丽回来会先把我们自己的射掉。淘汰，快淘汰，不要再玩了。太好了 ，OK， 好，加油加油。好，一个人最多拿一支箭。好，不能超过两支。好，他那支要还我判了吗？就直接拿女的。真是哦。好，准备了，听哨音，预备。草地小心啊！草地小心，草地草地小心，草地小心，草地小心。为什么你会看得到那么厉害？哦，它是，哎，它是摆着的。有一个橘色的，好显眼哦，好显眼哦，赶快拿回去。看到谁谁会？孟泽哥，孟泽哥，哦，我看到了，我看到了，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哦，这么快哦！哎，先射蓝队啦，先射蓝队啦，先射蓝。照道理讲是要先射蓝，先射你老婆。我们先把蓝队一起射掉，我们就可以公平竞争。我们用蓝队做练习啊！啊，一队只能拿一支弓。我们蓝队做练习啊，练习啊。哦。哎，如果是这样，你要先射他了。你要先射他，因为我们少一颗。哎，小雾。哎，小雾。真的假的？因为钱是都很厉害。哦。所以我们拿回去，然后我们找剑给他。我那边还是先拿下，我去拿远的，真的。哦，我是找剑网哎，我会找这里看，这个两只，是两只。我先待会去路上先边看，还有哪里？哇。好强哦！不可能在最后一关才发挥实力吧，小吴，我要努力加油。哦，你的丘比特，咻，杜丽，杜丽完胜了，新的杜丽，不要再射了。完了，我们还有在，那我们一起射他，我们不射你们。对，好，没射中可以再来吗？好，那我不射你们。过去，好，那我不射你们。过去，还有两个哦。好厉害哦，孙燕姿！太好了，先把橘子干掉。哎，你们刚刚在说老公？哎 ，OK。哎，你们怎么这样？他们是不是把这里的都全部拿走？哦。应该不会放在里面吧？这也隐藏得太好了吧？绿的藏在绿的里面。金文哥射好射满，就我朝向橘队啊！怎么紧张啊？把橘队干掉。对，哎，你老公不跟你同心，你老公不跟你同心，我们也不用客气了。好，加油！没事。没有。其实不容易耶。不容易，先生又一次。好，放在这里了，这是你的。好。我差一点。我差点，啊！怎么跑那么快？是看到了吗？啊！我也看到了。怎么这么远啊？跑起来很累。哎呦，那里有一个。哦，等一下，在哪？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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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剩四只，把他们处理掉。哎呀！锵一声，你们跑掉了。大家看好了，我要射中杜丽的心。不要再射了啦！但是丘比特瞄准的是我老公的心。哎，杜丽，杜丽是很低级，因为你是射我们。六，可恶！杜丽一直射我们啦。你在干嘛？杜丽，我们放旁边啊。好。手的力量也小一点。救命者，你跑去哪里？哦。贴近一点，贴近一点，后面的多。来，你去射。那边还有一个。来，站着。还有一个。哪里？石头旁边后面。
这边应该会有吧？啊，这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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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讲，能不能够找到老公，就看这次见了。刚刚错过了，人不能再错过。哦，我看到了。啊，哎，这个比较近。哎，老公，你要不要接我？君君，不要，走开，不能接我，不能跟你走开，我要射你的心。哇！哎，君君，你在干什么啦？不是说先射？哇塞，圈圈不愧是计谋达人，竟然先懂得制造黄菊两国的对立，利用后羿孙把菊国宰到快没命后，就反过来背锅杀敌啦。究竟这场实力第二、战术第一的大乱斗，哪队能狡诈的赢到最后呢？你们真的很烦。老公，你要不要接我一次？不要，走开，不能接我，不能跟你走开，我要射你的心。哇！哎，圈圈，你在干什么啦？不是说先射？高手，高手，高高手！不是说先射局吗？加油！啊，死了死了！好，来给你给你，加油！我的你为什么不给我？真的吗？走吧，受不了吧？啊！不行不行，我现在在大乱斗啊！这不算，算射出啊，这不算啊，射出了吗？没有弹出啊。刚刚有说要射我们吗？为什么从头到尾，从头到尾都在讲说要弄蓝队，结果一开路之后，全部在弄我们橘队。哎，王二虎，不是说要射蓝队吗？为什么到这边都在射我们？因为杜立一开始就射我们，杜立一直在射我们。你问你的杜立，他到底发生什么事了？那孙贤是一次射掉我们两个，他一箭双雕，所以你要跟你的杜立讲，要杜立不要攻我们，我们就对你们的攻击。你站那一只。哎，这里这里。好，这边有看到。啊，这里有一只，这里有一只。这样，哦，藏起来，还有隐身术哎！拜托，我跟你讲，现在我们就是那种可怜的那种计划奏效。他们先不射蓝队，他们先射就是橘队跟黄队。怎样？没有弹出。哎，我们怎么只剩两个？因为他们一直在射我们。哎，怎么这样？差一点，差一点，差一点。讲好射蓝队。好不好？就要看坏射啦，他们一直在射我们。可以啊，可以射蓝队啊。我们这样子二比二平均之后，我们就射蓝队。来啊来啊，什么二比二平均之后可以先射蓝队啊？哎，那你们还是射我们？不是，我说平均之后。不要聊天了，二比二。这样，哎，打。我射就好。老公，老公，我来了，老公。不错不错。啊，好了，不要不要，不要不要，杜立。是射局的啦，不是，不是射局，射局的怎么会射我们这呢？舒服。啊，你真的是很低级耶。好呀。没有。我跟你讲，那边。那边是前面哪里？翻过那边就有一根。没有。这里怎么会没有？哎呦！哦，看到。加油加油！我们现在好像是领先，因为真的没有人射蓝队。射橘队，射橘队，我们蓝队没有鬼棍了。可是蓝队刚射我们呢，要跟蓝队刚好，不然我们会被两边攻击。对啊，好，
因为你们刚也射我们，你们没有就吃射篮队，没有啊。你们除非你们接下来都射篮队，我们剩下三个啊，我们剩下两个，另外三个啊，不能这样，那是因为你们刚刚自己没有射好。我们就坚持蓝队，我们一起，蓝队的，我们一起射橘队，快蓝队的，蓝队的，先射蓝队，对，先射橘队的，把橘队先干掉。因为新闻哥他们不准啊，留到后面我们跟新闻哥他们对决就好了，先把杜丽解决掉啊。而且他们有许梦哲、花花都是很拼的导剑的，一定是要先把橘队弄掉。好不容易取得蓝队的心了，这时候不能违规。在讲什么啊？他在讲什么？大家你先把这队撤掉。这里，你怎么会这样？哥，我们是讲好了吗？右边一点，来好，低一点，低。快快，你们蓝队赶快终结橘队！绿色真的很难找哎，都草地。才讲完，耶！哦，还好这个比较近，好死我了，好累哦。我看到了。你不要再射我们橘队的了。你们家里会不会砸？你赶快，你赶快撤单，哎，你们真的动作好慢哎！高他一点，来，差这么多。橘蓝要合作，蓝队的，你们留孙协志对你们一点好处都没有。对，我们不要废棍，我们还是坚持，我们没有背叛。没错。你们留孙协志对你们一点好处都没有，你们这一群。傻子，不好意思讲太难听，没有词可以骂了。你要打下来，赶快射橘队，赶快射橘队。No， 我要射黄队啊！什么鬼啊？为什么啊？不是要射蓝色吗？我们不是合作的吗？你们怎么会这样子啊？既然这样，我在射黄队，你们怎么在射蓝队啊？野山你来耶！你们刚刚我们中了套，对啊，你看你们刚刚有先射我们，太高贵。我回来了，好，你们结束了，啊，先给我吧，啊，没有。我跟你讲，进行很多 round 之后，我们都能够轻易的知道他们藏在哪里。走，越来越少了，要找树后面，放在树后面的了。这里有一只。哇，这也太绿了，这也藏得太好了吧！哇，我眼睛要脱窗，南部哥快点，加油！橘队的人请回总部。快点，快点，小吴，快点！我们蓝黄公平竞争，你们这一群傻子！你看，你们在帮他们杀橘队，他们的最多。然后孙协志很会射，我帮你找，我帮你找。你们帮错人了，我们帮他找剑。我不能帮他找吧？不能。对的人请回总部。哎，很过分，都欺负我们。新闻哥，快点快点，接力接力。这胜负都还不一定啊。我要换一边。方正良，好，我刚把球队干掉了。快点，快点。对，嗨，你们，你看，你们真的是选错人了，还不一定。你看，这边我就是他在骗人，话术骗你们。我射一只吗？对，嗨，老公，嗨，都是你。他一开始就说射我们，我知道，他现在先叫你老公。你们就是不团，你们就是。哇，仁甫跟伟君真的是太辛苦了，希望我没有不要算吗？没有要掉下来，有啦，要下来。
希望我没有不会辜负你们。主持人要为了节目着想，我需要一支箭的主观。你挡住我了啦！我需要一支箭的主观。你挡住我了，你在干什么啦？我需要一支箭的主观。我来当你的主观。你们真的很烦，你走开走开。你我看你处理一下君君。我来当主观就好了。要有一支箭的主观，我还有一支，还有一支，烦耶你们，真是很烦。我要有箭的主观，你身为主持人，你要为节目着想，你不能只为了自己的胜负。哎呀，在哪里？这是干什么了？练舞啊什么的吗？我想你也需要箭的主观，对不对？干嘛把他弄走了？有主观，主观。哇哇哇，好准哦！一个主观，一个主持人的特写。这时候来点微微的徐峰。这时候来点微微的徐峰。来，怎么样？的徐峰。来，怎么样？差这么多？究竟是不是后羿呢？后羿会不会垮了呢？打不到呢？打不到，打不到。这有挡到吗？应该没有。哎呀，没有。很精彩，很精彩，你辛苦，好，赶快上，梦追哥，赶快上，你上对了，我再观察，不同角度，稳稳的来，不要急，稳稳的来，哎，等一下，我们为节目活，稳稳的来，哎，等一下，我们为节目活，稳稳的来，哎，等一下，我们为节目活，哎呀，蓝国淘汰，蓝国淘汰。黄国获胜，黄国获胜。你们蓝队真的错队了。可恶，可是我们第二名 ，OK， 第二名啊。我真的要超谢谢我们两个跑去找剑的仁甫跟伟君。哇，他们真的太辛苦了。谢谢啊，今天我觉得我发挥了奥运精神。对，我刚刚在跑的同时，我看他们一直干扰你，你是叫我来帮你，对不对？对。然后我心里想说，我唯一能帮你的就是呢，我要多跑几个，多剑，把剑找回来。对，他们一直干扰你，可是我相信你是不会被干扰。对，有越多剑，才是有越多机会。我唯一被干扰就是他如果用东西戳我。又或者是 GoPro 直接挡在我的视线前，我就真的没办法。要不然，其实旁边的噪音原则上不太会影响到。射箭这个你真的太强了，还好先攻了橘队，他们全力在攻我们。我们哪有？然后后来蓝队在攻你，没有。然后蓝队后来也在攻我们。橘队后来，我觉得橘队你差一点就上当，因为橘队要挑拨我们。你知道因为橘队本来我们其实跟我跟孟哲讲好说，我们先一起把蓝队弄掉少的。对啊。结果杜立不知道为什么一开始狂射我们，所以你真的对啊。你们会结盟，我们结盟会失败，是因为杜立一开始就一直在射我们。我们已经脱离。你们为什么？因为爱啊。你们要问你们为什么？巧克力男友，我就是巧克力老公嘞。因为杜立是巧克力老公。巧克力老公。没有，如果这么说了哈，蓝橘已经早就有姻亲关系了，我们大概也就是只能。跟孤军奋战，那我们最后我们还是可以恭喜黄队获胜，一样两把枪，我不选，我不选，我也不选，我不选，怎么都这样？好了，我选了，你选，你选干嘛呢？好好，伟军，这要给我吗？摸到就算了，对，让你女生决定，直觉，二选一，对。一个有9000，一个是零，不要有压力，不要有压力，真的不要有压力，不要有压力，没有，真的不要他有压力，不要有压力，不要有压力，他们两个今年都还没拿过奖金，就是真的。所以啊，我们三个人嘛，一二三，我们一起指心目中想的，真的不要，我们就三个一起选，然后两个选的那一次，好听他的，听他的，来吧，好听他的，对啊，因为我觉得功劳是三个一起的，对啊，我觉得我们就三个一起来，好，一、二、三。哇！一起扛，一起扛！哇！是就他啦！三个人都选这个。问题是我有纸哎，我很害怕。就他。你拿起来，拿起来，然后这个朝鞋上。鞋上。对，然后吃看来你就按射哦。好射。哎，三个人很有默契的选择了这支奖金枪，究竟辛苦一天的他们能否带走9000元奖金呢？你拿起来，拿起来，然后这个朝鞋上，然后吃看来你就按射哦，好射。对，这个是没有的，所以最后恭
喜我们一统天下之外，还拿到了九星元宝剑。我今天很不知道为什么觉得很辛苦哎，好累啊！今天都是累的关卡呀，但是这个大家表现都很棒啊！我第一次拿到奖金了，终于，我终于拿到！我第一次，我有冠军，我有归零，但我还没有奖金，我今天解锁了！耶！也谢谢我们今天所有的来宾啊，都辛苦啦！谢谢你们，也希望你们这个佳偶天成，百年好合。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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